苍蝇给我们的印象说它是个东北也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我刚才看到那个刘三姐跟五朵金花，我在学生时候就看过这个片，那时候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渐渐地体验到原来中国的苍蝇对中国的电影发展贡献了有这么多，他们的人力资源还有他的人才，那时候设备这么落后，拍出这么好的电影，而且都是非常正式的，非常真诚的一面，你会感觉到人物历史。上午我们在这个苍蝇的世纪城啊参观了几个让我们的观众来体验的几个，感觉非常好。首先来讲呢，我是认为结合了一些电影的文化特点，第二点呢也充分反映了我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到今天，从过去的胶片到今天的数字化，到今天的是这个应该是更先进的什么 3D 4D 这种技术，我们上午都在这个苍蝇的世纪城里体现了。我感觉到这个未来对东北的整个的旅游事业的旅游产业的这种配套，以及这个旅游事业发展的这个促进，以及其他的一些来感受这个电影艺术、感受电影文化的，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苍蝇的世纪城的里边的一些电影体验馆和这个冰雪文化是完全的融入到一起了。苍蝇呢，在特别是在我们这个60年代，以及70年代，甚至50年代、40年代，这么一个层面人心目当中是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记忆的。因为当年像《永桥二女》啊，像《上甘岭》啊，这样脍炙人口的电影，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的电影，都是出自于长城电影制片厂。而且呢，那个时候能看到这样电影，是非常的热血沸腾。我们今天是来到长春的这个影视城这个主题公园。长春电影这个主题公园虽然是第一次来，但长春制片城这个牌子在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心中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新中国的电影就是从这里诞生的。那我们在海外现在在回顾一些旧片，看到的都是长春电影城拍的这些影片。那我想不到这个长春电影城现在竟然在这里建了这么个大的，听说有100公顷这么大的一个主题公园，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